那我先拿大剑对吧？我先来个夜刃，或者是饮血剑。现在潘森和赛分析，行，我跟你说，玩一天我肯定能吃一把，人不会一直倒霉。现在就选择一个可以连胜的阵容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就是选一个能吃鸡的阵容。暗玲珑肯定是不玩了，太难吃了，吃不动。来，先来把大剑，没抢过，差。全套能干嘛？正义。谢谢粉勾巴小腰盖的飞机。破装备，挺也难受啊。给我来个开摆。要是这样式的话，那我就整把碧波了。没有歇着呢，给那歇着。法宝给了，是不是应该先合个鬼书，完事下波给珠光莲花合法无尽，再来个蓝 buff 啊？上个卡尔玛神龙尊者，不早说呢，早不放屁，操！忘了。
可以上 EZ 或者是布隆哈。哎呀，别干扰我，有点干扰我了啊！让我自己思考，让我自己思考，有点干扰我了，有的人啊，把我干扰了。这首拉克斯上去吧，拉克斯可以上。三四五六七八，怎么好像一个都扔不了呢？哇，大棒分泥儿，腰带塞拉西。还有铲子，还是塞拉西吧。好像无敌了，兄弟们，我看看啊，我深刻感受到了我们的无敌。犹豫什么？我在犹豫，我是上个岩雀还是上个啥呀？卡钱呢？哎，算了，卡一轮卡一轮吧。碧波龙不差钱。哎呦我操！这能直接上吗？直接上就得了。扔了给你，这怎么办？又差一块钱，这怎么办？我卖啥呀？哎，全是对儿，我妈都烦死了，我愁死了，我怎么弄？哎，不差了，漂亮。塞拉西在这打谁呢？我的天哪！这都没打赢。差哪了呢？差一首二星石头人儿。
真的，这狂徒都没打赢，真的好难受啊！又差一块钱。哎呀，我把人先扔了，我们愁死了。我操，两星塞拉西，这要是还能输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应该了吧。这回彻底的无敌了，应该不太有人能赢得了我了。很少能有人能赢得了我们了，兄弟们。这个法师转一般来讲是给谁的呢？萨勒芬尼尔还是尼拉？谢谢巴扎啪，给尼拉呀，给尼拉吧。哇，确实还可以啊，确实还可以。差个蓝 buff， 为什么无法师不上塔利亚，要上一个破鸡巴莉莉亚呢？我不太理解，你们这弹幕在干啥呢？我不理解，看看谁先两星。来个蓝 buff， 蓝应该很少有人会拿。实在没有就魔抗尼拉。那我来个锁子甲吧，
莉亚不是关系户啊，莉莉亚二了可以换啊，但如果卡钱我就可以扔，这不急呀、啊。能给张石头人吗？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歇着换石头人吃三星戒，哎，有道理，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。你应该早说。你说慢了，泽利不拿是吗？泽利没用啊，泽利一般都不要的。碧波龙，碧波龙就是龙占两人口，粑粑人儿，哎，这没用的，粑粑人儿、酸辣粉儿、石头人儿、塔利亚就完事儿了，就八个。然后加个转子九个，哎呦，能给条水龙吗？靠，我以为能给条水龙呢。八级开地吧，兄弟们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转左一五个，十二碧波出不来，十二碧波得一个心一个转，我看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炉子没什么太大用啊。瞄准镜没用，复制之缝没用，我地下了，这个不错，都啥了破玩意儿了，全防装呢，哎，全套还行啊，拉个八我们就开地，歇着不行再给一个吧，先给个反甲吧，哎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可以，无尽法爆蓝 buff，
拉营口下机。差一张左一，滑转。滑转我差个蓝哎。也行，先给法转也行，现在先给法转也可以，然后我们倒酒再上转一。哎呦我操，那我先无法吧，先无法厉害点，那就不要法转了兄弟们，那就来个蓝 buff 就可以。七法有没有搞头啊？七法也可以啊。鸡哥挺猛啊，可以拉营口，我直接拉营口吧，我直接拉营口九 B 波，我石头人给一个反甲，吸血鬼不要了，再来个 B 波转，不就九 B 波了吗？是可以呀、啊。真的，要不来个 B 波转吧？全套来一个，搞个 B 波转。完了，我直接地牌吧。拆一个，
无敌了。上九啊，你又不弱。我这上九没啥用啊，我上九补个巴德。哎，这回行了，这都二这就可以上九了。等同行走，同行已经走了。我上九其实提升很小，不如我们直接就递个三星水龙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我们递三星水龙好一点。我觉得上九我们提升比较小。直接地不急，我们卡利西慢地，慢地，塞拉西能删他就删，我们卡利西慢地。哎呀，我应该是无敌了，彻底的无敌了。吃点饭吧，庆祝我们的吃鸡可以开香槟了。这都弟弟，拿水龙还是拿个伏击，直接水龙得了呀！完了，啥也没有了。骑着鬼叔，我不要骑着，但是我就不给你。鬼叔不拿，我有石头人日炎，没有鬼叔就没有鬼叔了，无所谓，我不是很重要，我的提升。这尼拉挺会偷啊。不拉酒了，拉酒没意义，不要拉酒，这把就三星水龙，有就吃，没有就拉倒。我感觉大概率应该是有。石头人升个二呗。
考的伤害，伤害是真高啊。你不拉人口留巴德干哈？不让留吗？不允许吗？我留不行吗？你管着吗？哎，两星石头人儿，差一点儿。400给个复制器吧，是不400给个复制器？闭完得了，你很急吗？你别急呀，这有什么好急的？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输了也不急。水龙已经删了，别急啊，不要急，哎，别急，一样差一张，现在再说哈。我有点急了，这他妈的50来块钱一个没有，确实很让人急呀、啊。难道说就必须就得拿复制器了？真他妈急，操！这都递不出来了，我简直吐血呀！漂亮啊，漂亮，拿下。甚至不用复制器，兄弟们。哎呦我三星鸡，三星之音，
哎呦我操，双杀！这知音多少血的，看不见呢。再等一回合好了，再等一回合塞拉西也删了，他有个吹风啊，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啊，他吹吹吧，他咋吹我觉得他也赢不了，吹去吧，让他吹。石头人靠后点，让他吹吧，无所谓了。他怎么不点？他想拿个他三星之音跟我杠一下子。他想拿他这三星小鸡的跟我碰一碰，那能行吗？那鸡他妈六块钱的玩意儿，你跟我碰一碰？哎呀，本来以为要多打两把的，没想到一把就吃了，兄弟们。而且还是爽局呀、啊！黄图。双射线，我操！我甚至这射线我都没人给，我都给不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地也忘地了，哎，早说呀！看看啊，看看有没有一回合，估计也就结束了，没有啊。随便吹，吹他也赢不了的，随便吹，没有，我都不带看的，你随便吹，咋吹他也赢不了。我这三星尼拉带光明偷偷，我就偷两个狂徒，他都赢不了。拿下，有的人还要跟我明天见呢。九泽水平，嗯，九泽水平吗？